放心。九号线。各位，对面是九号线啊。九号线的进度比呢一条线咧系慢几个月嘅。咁但我哋已经可以见到咧，新款嘅列车咧已经系到咗红树湾南站。呢度就是九号线同十一号线的换乘站啦。九号线同埋十一号线咧，仲有一个换乘站是车公庙站，就是在下一个站。呢个站的红树湾南咧，是在位于二号线红树湾站的南方，位于深圳湾公园的北面。咁去深圳湾公园踩单车睇海景的朋友咧，可以喺呢度落车嘅。深圳地铁，本次列车开往碧桃方向，下一站。
我以為好似咩啊？终点站福田站到达，终点站福田站到达。